军在秀肌肉。九号公布的最新画面显示，海军075型两栖攻击舰广西舰近来在多个海域展开协同编队补给多项训练。同一时间，对台主力东部战区也再度宣布持续对台军演。东部战区最新军演强调要组织联合封控，是要怎么封？台湾学者做出分析。推测它应该是指针对目标地区进行海空或者陆海空三军联合的封锁与控制，但是呢，也不排除可能会加入包括像网军这些资讯站。接下来的联合封控，台湾学者认为不排除共军还会联合公安武警力量对台进行打击。台海局势升温，中美关系也更加紧张。中国人民大学国关学院教授石英宏评论，中美关系新冷战已经开始，而且比美苏冷战还要危险。但大陆在加强对台军事压逼的同时，也尽最大可能防止中美直接军事冲突。大陆暂停中美至少8项合作，就是让中美发生危机和冲突的渠道暂时全部断绝。石英宏同时表示，共军不可能天天演习，天天这么紧张。解放军至少啊，在可预见的这1-2个月里面，他持续对台湾军事演习，它的费用应该不是大的问题。当然，如果未来的半年-1年会常态化的话，那一定会影响到中共一些其他国防的开销。共军国防预算向来神秘，2021年有数据出估已经超过5.8兆台币，而台湾国防部评估2023年要编列超过4000亿台币，才能有效应对大陆军事行动。TVBS 新闻张志明、林敏珍综合报道。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